因为疫情延期上映的超级英雄巨作终于热闹登上大荧幕。日前片商也特别举办洛杉矶连线记者会，前来电影导演派蒂·曾金斯和女主角盖尔·加朵等人在线上与台湾、香港、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媒体互动，分享电影拍摄的精彩过程，更希望这部超级英雄电影上映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欢笑和希望。